come on come on come on， 就这个部分其实我觉得可以选择一个更舒适的一个方式去呈现它，这是我的建议。词我看是你自己写的对吧，小作一点更改的话可能就是我说话都是重点不用打括号，现在我接来怕我承诺全部做到，可能是。然后还有第二句，这不是随便开玩笑，要不要等他是诺亚再去帮你买船票。有一句写的是高速的表述不会影响我脚步，如果是我换做你的话，这句可以改成我们幸福的指数全部令人羡慕，我仓促的表述不会影响我的脚步，这样会合适一点。你要真的是在看他们，我真的在看，重音放在这个上面。你们在选择用自己的音色说唱的时候，其实会不注意到一点，就是有些音色可能不适合自己，在 flow 的运用上，我觉得还是需要再加强一点，找到自己嗓音的 sweet point， 然后你有了之后继续把它练扎实，然后你在运用的过程中你可以特别的轻松，其实 rap 的部分可以达到一个很好配合的效果，但是没有关系，我们接下来给你们把基础打得扎扎实实的，你们整得明明白白的，好，辛苦，加油。